具变身小弟弟趴在地上，有车头有轮子，酷帅十足的变形金刚柯博文诞生了。弟弟的比较麻烦，因为弟弟的我重新做过好几次。万圣节即将到来，要办什么也考验家长创意力。一个上午，台北市儿童新乐园、马里奥、僵尸道士、天线宝宝全员到齐，连宫廷内皇上、格格、阿哥也大玩穿越，全副武装来 party。有人一大早就起床准备，想因为没有办过那种中东系列的，所以就今年特别想办这样。对，那今天几点起床？6点，就是觉得还蛮精致的，然后就是让小朋友体验一下。打扮的活灵活现，就是因为台北市儿童新乐园在26号、27号连续2天假日举办万圣变装点心趴，只要伴有万圣节元素就可以免费入园。不过不止上午精彩，晚上儿童新乐园更加码12分钟的无人机和烟火秀，要点亮节气前夕的夜晚。不过万圣节活动就不能不提台北天母彩街游行。脸涂的白白白，再穿上传统礼服，有家长打扮成贵新娘，有孩子则变身童男童女，还有丫鬟，马上吸引不少人上前抢拍照。不止中式、西式，也有泰式店员餐饮咖扮成泰国传统风。周五晚上暖暖身，天母就聚集不少人潮，就等周末不给糖就捣蛋。三立新闻高官全林区台北报道。